话要好啊，你拢敢那看？无输这八叔的 YouTube， 爱记哩，按赞、分享、订阅，够啥物？记得开启小铃铛哦，无输给你。东北家这有真多渔村，像我即马徛的这个所在，猫湖就是真古锥的一个渔村。啊，另外阁有一个所在叫马岗，嘛是真有特色哦。啊，我即马就是想要坐一班社区巴士要过去，查看卖好啊。哈？已经过啊？哪有可能啦、啊？我已经提早15分钟来这等啊呢。哦，用行的好啊。风景好呢。马岗的庄仔头就伫头前，就要到啊！大家看到这，有看到这海角无？三雕角就是圣地亚哥啦，就是迄当阵古早时代西班牙的人，伊行船行到这，看到这个海角有够水的，伊就讲。哦，圣地亚哥，哦，就安尼赞叹啊，圣地亚哥，圣地亚哥，就变做咧咱在地的地名，叫做三雕角啦。来，怎啊头谢谢。真正是一个足够水、足够水的渔村呢。拍摄。拍摄你好，你好，你捌坐，你捌坐。我看到这厝安尼，外口看足水的呢，是安怎贴哈？这是吼，迄个险西有去海墘仔厝的吼，去拍的啊。哇！啊，搁请人担转来哦，担转来搁请西有来贴。所以较早吼，要起一间厝是足无简单。真无简单呢。啊，借问姐，你住伫个这石头厝内底，敢会冬暖夏凉？那冬尾天啊吼，嘛是会寒，逐摆拢伫遐海墘仔起来。啊，就迄个，迄当阵还袂热天啊吼，啊，就开这窗仔门看海燕啊。这即摆风起来，你讲窗仔门敢对？对，啊，就是一开开哦，有看海燕啊。海燕哪来就紧走啊。是吼。嘿啊，对啊，对啊。你去开看卖啊？我开看卖，真正哦。会使啊。好，我会说你的。喂。所以这较早，敢那会开一个尔就对啊。哎呀，啊你好歹你哪样去哭到迄个哦。好，我会说你。哎。哦，这都是较早石头厝的窗仔门呢。对。哦。阿兄，咱来就紧走啊。是吼。哎，走人倒去。爱去避就对啊。对啊。哦。哎，哦，阿妈，我看到你的嫁妆啊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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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拍摄交了未？哎，没嘞，哎，安奈呀？我头拄仔经过啦，本来是想讲这石头厝可能拢无人住啊，有啦。结果哎，嘿啊，嘛，阁是足侪人阁住伫遮呢。对啊，对啊。啊，即马厝边头尾是毋是住的人有较少啊？比起较早。有啦，村头尾啊。村头尾啊，就对啊，吼。厝边隔壁大家拢真迄落真亲切安尼啦。嗯哼。啊啦，囡仔出去外口吼，礼拜时啊拢会转来，去钓鱼啊。啊，若假日哦，嘛足侪人拢会来遮，啊，就是要想要讲哦，甲伊保存起来，安尼，嘿，甲这个所在保存起来。行伫这庄仔内啊，都爱安尼哪吹哪看，嘿，哦，对啊，啊，无伫脚底，拄着猫咪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另外，对，就是这。这是我翕的相片啦，啊，拄啊伫庄仔头内底做一个展览安尼。所以你哪会想讲要安尼甲翕落来啊？留一个记录是虾米款的原因呢？因为是算拄好有这个机会啦。展览的目的嘛是想讲要让大家看这个庄仔头，有偌济其他特别的所在，啊，佮有一挂咱足介意的因素在内底。是，因为伫这边啊，时间过了足慢的，一般拢是在室内，你放几排放好好看。对哦。啊，这件
这个方式就想讲，我这张相片伫倒了翕，啊，伊内底猫咪，你就伫翕位看到这张相片。就是讲吼，我若来到这看到这张相片，我应该就找到这的猫咪，就是这两只，就是这边出现啊，就是伫这搭都对啊。对对对对。所以猫咪伊嘛是有迄个地域性的，就对啊。有啊有啊有啊。哦，迄边干嘛购物？有迄边购物。这嘛有一张呢，伊安尼探讨。对，拢是咧登高的所在，安尼探讨伫看。哦，足够水的呢。所以为着要翕相，有当时你爱等足久的吼。对啊，拢伫啊爱看我等啊，等因看镜头迄个瞬间。哦。这两张是同一只。即阵嘛吼，食较饱哦，跟我同款啦，系啊，过年过节食较好安尼，对。算这边的人，因嘛是拢对猫啊算较好个啦。很友善的，对啊。拢算较友善的，对啊。啊，拢伫这边生活嘛是算讲，因免去烦恼讲有啥物危险。啊免烦恼讲三顿爱过八道。请到安尼咧，因为吼来个妈当家吼，一定爱来找这个国宝啦，吼爱甲伊学习这海陆的文化。伫遐，这里哦，慢慢行。阿姨，阿姨，我来啊！我准备好啊！我准备好啊！快点啊！快点，小孩啊！快点，快点！好，等下，等下，等下。你快点！因为吼。这对，等下我爱进去对无？对爱进偌久？进到你无开就闭起。哦，好好好，所以哦好，我真正就紧张的吼，不要紧，我深呼吸，好深呼吸。啊，我先出来去。嘿，啊，我伫咧遮，啊你观察，啊我看看，我等下再甲你问。呜，阿姨是啥落来安尼？来咯，进出来。好，快点点啦。阿姨根本就是美人鱼呢，哇！所以爱安呢，啊对。阿来啊！来。OK， 还好啦，没关系。阿姐，我今摆吼都爱进去。阿来看。阿有找什么物件？石灰啦。石灰哦，好。阿公，阿公，
感觉吼，我今日来吼，是恁，互恁两个加麻烦的啦。没啦。哎呦，就歹势。没啦，没学，没学，学啊！没有，来这就是爱学啊！我真正是菜逼班呢，我很菜啦。那恁都市人，没，就变小了，变小。卖菜呀！而且吼，而且头先吼惊到，因为迄海鹰真正足大，一直冲，一直冲，就算讲你脚大条，但是还是给你抓走，所以我一惊到我赶紧的，跟救生衣赶紧开去。这粒是哦，伊还搁咧活着无？还搁咧行到，嘛是有丰收呢。见丰收就是了。对啊，有一挂物件。你若要食一顿就无啊啦。我可能半顿就无啊，我可能有食。对啊，所以住海边就是安尼。对啦。挖山食山，挖海挖海食海，就对啊。所以就是有啥物就食啥物。对。我这石块板对面还佫几遍的脚，几遍呢？还佫加石块头，还佫细，还佫胖呢。啊，若珊瑚草，像咱的买珊瑚草迄种的吼，你着细两块。哦。啊，是阮，啊，若大长尾天啊，你海菜的吼，阮这海菜吼，嘿，迄就拢有细，青青啦，臭啦，就这些。是哦，哇，但是两位啊，水阿姨啊，我借问一下吼，恁两位安尼做这海路做偌久啊？从几岁就开始啊？我13岁都会晓啊，13岁都会晓，12、13岁都会晓。是妈妈带我来海班学会才。是啊，你做到今嘛？是吼。哎呀，海陆怎么是团的？是吼。啊，这无人要来学啊。无好赚啊。哎，无赚就艰苦，真是艰苦啊。哈哈，这真就艰苦。哎呀。哦，我听到这两位海陆阿姨在讲啊，我感觉吼，咱台湾人吼真正爱珍惜啦。嘿啊，你看。咱平常时吼，搁爱开钱坐飞机吼，去韩国看迄海陆的文化，啊去看伊安怎采迄个紫菜，唔免啦，免出国啦啦。咱台湾可以啊，你讲了自助，伊那做个真嘛？是吼。今嘛无输坐巴士，一定有 YouTube 哦，赶紧的来点赞、分享，和啥物啊？订阅。加小叮当，阿弥陀，我们是小叮当，不想当小叮当。